今天是我生日，也是父亲节，好好的一顿饭，结果因为贷款哥一句玩笑话激怒了喝醉酒的黄毛，黄毛把桌子也掀了，还拿着啤酒瓶要削贷款哥。钓鱼哥眼看形势危急，赶紧出手制止了黄毛。姐，兄弟们和兄弟们一到两子，跟你一到两子，别走，跟来，快走，快点走。行，来啊，行行，我不回来。行，第二个我会记住的。第二个有个十大计划是吧？他可以随便来是吧？你说兄弟，他这柔心不硬。涛哥，我动手没完。算了算了，那个仇我肯定要报。兄弟之间有什么仇啊？你心里不舒服，把我搞上来，我绝不还手，好吗？涛哥，你是我兄弟，我不会搞你。我不可能当那个事没发生。他第一点，他比我高，比我怕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没事，我他妈我不搞，我不叫你。兄弟之间闹矛盾很正常。他为什么？我打伤了他动手干嘛？涛哥啊，跟他啥关系？你掀桌子啊！你掀桌子是寻衅滋事啊，伙计！你懂不懂？因为他说我拿了钱，他说我拿钱没有，他开玩笑，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当真呢？谁不让你坐车的？当然不要坐车。看一下看一下，你咋回事啊，壮壮？他跟你花那么多钱，跟你一起出去谈谈心。我知道了，我还没回去洗澡，是那个换衣服。在宾馆去洗澡的。他一会儿又打领巾，一会儿又打领巾，我不是为他好。好，他不去。好，没关好啊！快点，把衣服拿了，快点！等，不要我的进门。他说叫你洗澡，等会回宾馆的。我们有感情。好，那我就拜拜了。好，行，好，你们先撤。我冲了，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。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！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燕子好，你居然要把我拉黑。那你那么我们遇上你良心过得过去吗？请你吃两三顿饭，交我7-800元，那你年钱还不上算，你自己考虑吧。到底你燕子拉黑你没有啊？小鱼拉黑呀？怎么可能呢？刚才燕子跟你打的语音电话了吗？用微信吗？
你是故意说的吧？